在冰糖葫芦，真够得劲的。你吃不吃？我请你。不要看你的视频。啊，谢谢谢谢，那我就不写名字了。我是 Q 的，你可以写联系号或者是你的愿望。哇，今天这个天气绝了。从那边出来之后，就一直下雨。哇，今天那个天气绝了，绝了。今天是正月十五，槟城这边有一个抛竿活动啊，听说就是专门为我这样的单身男女做准备的，这种活动怎么能不参加呢？当然得来，对不对？然后艾薇跟我说，你见着女孩你就说哇 BK 锤爆了，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问他他也不说。谢谢。什么呀？不用了谢谢，我看看这就好了。好像是宣传什么的。哇，人慢慢这么多了，还是在旧关之角的草坪。哇 ，BK 锤爆料，我去找个女孩说一说。她说你一定要找那种单独的，尤其是去抛竿的去说，不要找一对一对的。我怀疑这是什么求爱的话，估计想让我挨揍。多拿实力，再多拿武力，帮我们抛一下 ，OK？ 这个是定来生来的，我来生你可以去抛的 Mandarin 的。要抛也要记得捞 ，OK？ 啊。开始了，然后刚才他们也说了啊，记得抛竿的时候还要捞一下，你不捞这个缘分怎么来呢？我先去找一找这个抛竿的场地在哪里，这个是我最关心的。哎，你说我今天晚上要不要多捞几个橘子？哦，捞竿，多捞几个竿。海边这里很多人，哇，今天这个天气绝了。舞狮在后面呢，哇，媒体记者全部都过来了，然后。现在就等着他们先开始哦，又开始扔了，哇！旧关草场看来是专门举行活伴的圣地啊，因为也是有足够的空地。哦，这边还有做了花灯。领导也不好过呀，这么热的天气一直在那摆拍。这些花车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好像下面写的是槟城华人工会。你看这个海边抛竿的有没有？哎，你好，你好，你好，哇，这里你敢飞吗？小心点啊！我问他，刚才都飞了两三架了。因为我不敢飞的原因是无人机太多了。我问了警察，我从外面飞过，不是，你要小心小心，因为什么？因为我之所以不敢飞，是因为。
我的飞机我敢保证，别人的飞机我不敢保证。如果一旦炸机下掉下来，就是天大的事儿。好，一定要注意安全。我飞在海边那边。哦，那行那行。掉就掉外面。对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抱这个心态好，不错啊，注意安全啊。我就不飞了，有你们就行了。哎，这边咱们过去看看有没有抛竿的。我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里面我都不想看了。今天就是想在这儿。哦，还是有人在抛哎。问一下，这个抛竿是写上自己的名字就行了是吧？名字。名字还有什么吗？是你的，如果是丢的，你可以写联系号或者是你的愿望的。哦，比如说我要找女朋友，就写我联系方式，是不是？啊，谢谢谢谢。那我去买橘子吧，是不是在那儿买的就可以了？好的好的。去买橘子了，在哪里买橘子？我看一看啊，马上对面哦，那里有。这种事情我是当然喜欢的了，然后多少钱一个呀？一块两块。一粒两块，那可以帮我写名字吗？谢谢谢谢，那我就不写名字了。各两块钱，然后还可以帮你写愿望。其实我都想吃了，好冰啊这个。可以啊。哦，可以吃是吧？没有了，先去抛个竿了。平平安安发大财，没了。可以。我就不求偶了。我要写名字吗？你要写也行啊。就写我的中文名字吧。哦，我刚才注意到这个化妆，看看啊，这边都是买这个干的，然后写上自己的愿望。平平安安发大财，来年顺顺利利娶媳妇。这个还是进来在领导扔杆的地方来抛杆吧，对吧？我在这儿抛吧，是直接这样抛吗？你抛。有要求吗？抛的越远越好，还是说抛的那个里面最好？抛里面会比较好。好，走你。哦，我不够远。刚才抛的不够远啊，很多人都一样，估计会越来越多，到晚上就满了。我们现在进去里面去看一看，哇，我觉得抛竿，所谓抛竿求偶的，其实这边就可以呀、啊，好多好多人自己来找。刚才你们有听到了吗？就是我碰到了一个观众，然后他跟我聊那个无人机的事情，说有人炸机了，所以我不飞是明智的。你看我其实带了，我也是看这个安全。哎呦。这都是本地，应该是有头有脸的啊。那我们进去吧，好吧，我们主要是来参加一下这个元宵节的活动嘛，是不是？哦，前面这里有狮头可以拍照的，走着。看一看，但是人像是这边中间这个道摆了一些桌子啊，就是两边如果我们去买一些吃的的话，可以在这边吃，像是那种参加宴席的那种感觉，有木有？然后旁边这个舞台他们说一直演唱到晚上的11点。哎，青年男女招这个喜缘好运的啊，好像都在登记耶。
吃的，我觉得所有的观众都欠我一个老婆。你看看我拍这么些视频，对吧？都忘记去捞那个了吗？这都给自己忘记找一个女朋友了，在那边。要是过去万一寻摸一个怎么办？对不对？要不从那边过去看看？现在草坪那边人特别多。哦，那边灯也开了。我这嗓子都快冒烟了，我赶紧要去弄杯喝的。我要一杯喝的。我怎么不敢说话了呢？害羞了。你要一杯什么？果汁。果汁啊，这里只有抹茶的，抹茶跟咖啡。只要没有咖，只要没有咖啡的就行。酸酸甜甜的。OK， 都可以。渴死我了。可以，好。谢谢。多少钱一杯？3.9。13.9，好的。对对对 ，Max。你们是有店吗？我们没有店的，我们只是有品牌这样才来做吧。你们是学校学生组织的还是？我们只有网店。网店。对。哎呀，我很感兴趣你们这个话题，要不留个联系方式？有没有那个官方的那个东西啊？官方的。就是那个名片。啊，有名片。Business card。对。没有。那你们还做网店？你们是怎么做的？请。我们的 Facebook 名字叫欧米麦。欧米麻茶，我看有名字吗？我记不住名字，我这个人脑子不好。你看着那个笔。啊，欧米 ，OK， 好，谢谢谢谢。等我一下。哈哈哈，这人流量，我的天哪！我感觉现在没有走的人，只有来的人。哎，晚上是不是还有活动放烟花呀？有11点。11点，我熬不动了。还有抛竿的，是不是？对，就是我们抛出去的，还要给我们扔回来。对。好，几点？几点要抛竿？就是抛回竿的。哦，我知道。好，没事，我再问问别人，没关系。啊，太熬了，我都熬不动了已经。这冰糖葫芦，真够得劲的。你吃不吃？我请你。哇，BK 吹爆了。哦，好，谢谢。百香果的。哎，不是很甜哎。不是很甜，对。嗯，是我的菜，是我的菜。哇，慢慢的在开始滴这个雨了，我现在往外走吧，待会儿这个回竿的活动我就参加了。其实像这种抛竿的也是类似于我们古代的男女之间互相介绍的一种方式吧，因为以前的人没有手机，对吧？哪像我们现在认识一个异性其实很容易的，在比如说节日啊，或者顺着河流啊飘些花篮啊，写上介绍啊、诗啊等等，是吧？传承着以前的这种文化习俗。从那边出来之后就一直下雨，车也叫不到，我只能在这儿喝一杯小啤酒，上个小厕所了。我说好不容易今天 sorry shut up video 我说今天好不容易能够早点回去去做做视频休息一下，外面一直在下雨，现在我都回不去了，你知道吗？今天的车又比较难叫，因为赶上这个印度教的大宝僧节嘛。哎呀，天哪，我只能在这个酒吧小坐一下了。这还是我在槟城去酒吧的次数屈指可数啊。那给 Max 关注订阅点个赞啊，真的是不容易啊，回家都回不了了。人生处处有遗憾，但常常也有惊喜发生。